你这红脸唱的有点过了，看不出来，这是个刺儿头，现在不把人拿住，以后有的是麻烦。哎，这水中驱逐舰平时没少欺负你们吧？是啊，以前我就是重点被调教的对象，但是张若晨来了以后，我轻松多了。这个张若晨也是好本事啊，站在那儿不说话就能把人惹毛了，没少惹副队生气。哎，我估计期末测评的时候。 他得是负分，是吗？嗯，哎，我就睡这儿了啊。麻烦你把东西拿走，这是我的床。哎呀，你让我睡下铺呗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，我想晚上喝水，半夜尿尿不方便。脸皮厚倒是一点都没变了。谁脸皮厚了？你以前不都这么让着我的吗？不是。 你认识？何止认识，我还是他的头号粉丝呢。这不是少年体校，没有人让着你。以你现在的成绩，你没资格在这屋里取。啊！哎哎哎哎！我不会在做梦吧？我第一次听张若晨说这么长的句子。 国家队游一圈出来就是不一样了哈。